没有啾啾了。QQ。我待在暗暗的地方，有没有？让他们生，让他生，让他生，让他生，生出来。到底在哪里？听到好近的地方，可是挖不到哦。在哪里？我怕是刚刚的那个高的地方吗？毒啾啾区。我刚刚那里听到，然后过去就是毒啾啾区。然后发现其实是我发出来的。欸，你并不会发出好吗？高的地方有那个声音。我在哪里？我身上好满哦。这样要死啦！米菲。黄那个钻、啊、石啊！我也想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挖了不知道几组的煤炭了、啊。这什么东西？不用挖煤炭啊！我想说煤炭后面会不会有钻石？我就一直抱持着这样的希望在挖，哦、你知道吗？要存鱼啊！你是煤炭流。钻遇到了存鱼，快点吧，给他炸！嗯哎、欸，我感觉在你隔壁。那你那边听到声音？很多。我们还有十分钟。遇到蠢鱼，到底该怎么办？举盾，然后后退，然后用斧头砍他。他不回，他不回归大自然吗？你没问题吗？先问。有问题，我再过去。好了。是我觉得他。一直不愿意回归大自然啊！而且我们这四件很麻烦，就要点亮火把、啊。哦，我听到蜘蛛声音了。而且我们黄金其实很多，我觉得等一下真的要去地表去找苹果。找苹果，到底在哪里？高山区也会。哎呦，又是影弓手，谢谢。哎呀，好疼好疼啊，影弓手啊！哎呀，回血好舒服啊！哎呀，你们应该是不太需要啦，还好。哎呀，银弓手啊，下去，不浪费盾牌，哎、欸，哎呀，银弓手啊，我也在被银弓手射，还血还好还满，你很兴奋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这里好多怪啊，真的还好有银弓手帮我回血。对，直接带回家吧。我真的是扣血又回血啊！我都傻眼了、啊。哎呀，银弓手啊，这里是不是？可是哇，也没有毒啾啾，不是、啊，也没有一般的啾啾。我不要毒啾啾啊，一般的。哎呀，银弓手。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，很累。我现在也挖到可以在心累了，这地图到底有多大？真行啊，一千个，超巨大。嗯，基本上就是不让玩家遇到彼此啦。嗯，到底在哪里？那、欸、影弓手没了，我还没回满、欸，有，他只是后退了。我都挖到铁镐爆了，上还是在下呢？爆了！堆点方块。
封印引弓手。刚刚在这里有啾啾声，感觉是太久没来了。啾啾没了。听到，可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在上还是在下。所以你还有？对啊，我附近一直有，可是我一直挖不到。这种爆好可怕。对啊，到底是在哪？可是一直有，其实很可怕。就是感觉有可能是歪圈了，哎，天哪！毒的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去地表。哦，这边有一只。哎呦！怎么会被我击退？下面比较可能。安全。是在哪？啾啾！哦，又啾啾对决吧，啾啾！嗯，哎、欸，他这个跳太扯了！哎、欸，太多肚鱼了吧？扣球，扣球！哈喽，我看一下，92，92，我们只差一只。哦，这也太多肚鱼了吧？你没事吗？你没事吧？这边有超级无敌多肚鱼哎、欸！你应该说你可以躲掉吗？你可以打吗？可以，我在跟他不同层的地方，只是他肚鱼也太多了吧？哇，他跳上来了，快跑啊！哎、欸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！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关键，就剩下五分钟，我们还没完成，我们必须要赶快再找到最后一只，也有可能在要去地表。他们跟过来啦！你就把后面路堵一堵。啊！哒，哇哇哒路，嗯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阿比，我被跟他困在同一个空间。那你举盾慢慢打呢？你逃不掉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不晓得怎么办呢。走了，我跑错路了。好。好啦，跑错了。我都没有就举了。哎呀，我看到巧克力的 ID 啦！那，你可以带我去地表吗？好啊。等一下哦。我看一下你血，哦，差不多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先睡一下。还不行，有怪物游荡。好，地表在哪？这里。这里哦。哎呦呦，可以睡了。你也来睡一下，你也来睡一下。躺过之后就不会有那个了，叶妹。然后好了，床要收起来吗？好，收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完全没有那个哎、欸，钻石。哎、欸，对，75，哇，那我们最后一轮等于是没有办法，没有附魔也没办法打 BOSS。你们有木头吗？有木头啊，嗯、有点缺乏。对，有点缺。我听到你要上去，哎呦，摔倒，没事。你在哪里？原来就到地表了吗？对，我到地表了，就是找蜘蛛，看谁可以先找到，然后你找到。你有在找火东西，是猪猪吗？哎，对，哪里？哦，火猪猪啊，那阿炳，你帮我一件事情，你过去打他一下，然后就走了。你可以空手打，然后就跑。哎、欸，回来呀！打一下就跑。哎、欸，小心弓箭手。好，那你先退。弓箭手，我帮你打了。你打过他一下了吗？我还没，但是他一直在追着我。我打。是。水直接放歪。5、6、7，耶！完成！完成了啦，不需要你了。有小江。哦，我收得到这个水吗？我收到了。心累，躲！好，你举人。哎，你怎么只剩4滴了？因为我刚被烧，连续被烧。
哇！来，阿比，你等下进洞窟哦。怪我会打，怪我会打。这里，后面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进，赶快进，赶快进。好啦。这有一点惨呐、啊，2000、1500，我们好像没办法破万呢。破万分会有奖励，嗯。引攻现金来了，手应该也来不上及去了，了吧？只剩1分钟了。嗯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太清楚哎，就是有钻石都还有机会逆转啦。所以好吧，赶快随意挖挖，我们要5颗钻，嗯，新手运应该要有钻呐、啊，我的新手运没有钻，我吗？都是，嘿嘿嘿嘿，加我吗？油！加油！随意挖，随意挖，任务再开。这个是，矿1000、1000、1000，2颗金苹果，木炭，2颗金苹果，我们可以。这是最后的任务啦！啊，要打 BOSS 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有钻石。因为我们要挖黑曜石，第二栏有2颗钻石啊，2颗钻石要干嘛？2颗钻怎么挖黑曜石？大家，然后嘴一下观众，嗯，一直都知道啊，我们就说钻石要。再3颗，再2颗，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了。嗯，啊，再多一点的话，就连附魔台都还可以。哎，我有，我赚了，我看到赚了，我还很多，还很多。挖起来！真的挖起来！有2颗，2颗。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我下次可以申请一个人一队，有没有2倍分数？来，哎、欸，我们那个相聚一下哦，而且跟你们讲，我就是随缘挖法，随便乱挖就，哎呦，你们帮我看一下。讯息现在有打这个是打蜘蛛，刚刚还有一个是打苦力怕的。你们的讯息对话框看得懂吗？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打 BOSS 的吗？BOSS 现在第三只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狮王，僵听尸看，王，哎、啊，有人召还有唤恶了厨，吗？苦力怕帝皇，哇，帝皇。二猪苦力怕他们都打过了、欸，还有第狮三只啊，王，第三只有了狮吗？王，狮王还没有人打。好，所以我们目标还有一个僵尸王，只是哇，要打也很难。嗯，你们都来了嘛？帮我做几个水桶吧，每个人都有水桶跟岩浆桶，岩浆桶好。可以有个2桶。对，然后东西要准备收一收，熔炉的就给它烧，看它可以烧多久，就烧多久。然后我们应该先以 BOSS 为主啦，BOSS 要一二七个黑曜石，4、5、6、7。给你一组的铁。不要给我，帮我拿，我是没有位置，我没有位置，你都先拿在身上，嗯。他去捞岩浆吗？对，这附近挖一下就有岩浆了。这附近，因为这边黑曜石旁边就有岩浆，我这边底下都是，可以帮我捞个几桶带着。啊，身上东西就是不要的就丢掉，我们等下上去。